大家好，我是 Kirk 吴建章，我是很爱说故事的导演。我跟你一样住在台湾，生在台湾，我也跟你一样希望能让世界看见台湾。现在我想邀请大家参加一个叫做一秒秀台湾的活动。我们都常听到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，邀请大家拿起手机或是任何摄影器材，拍下一秒到十秒以人为主轴的影片，呈现人与人互动的真诚温馨，记录你最有感受的台湾的友情片刻。我和我的团队会把这些影片剪辑成为两支影片，让全世界看到台湾。现在就拿起手机或任何摄影器材，我们一起来说台湾的故事，愿故事力与你同在。